个是不是地球仪？这是不是地球仪？回答吧，是吗？很好，来，你看这个地球仪很多地方，对不对？来哦，我们已经充过电了，充电了。这边有一个螺丝，对不对？或者是这个，亮了，很美哈。这边还有个小的齿，能摸它这里的齿也会亮哦。不管是这里，只要是不是地球仪的身体，就都会亮哦，厉不厉害？暗的，越来越亮，越来越亮，越来越亮，变成整个地球都有颜色。要不要查查看地球在哪？对，就在这里。好，我们台湾在哪里呢？想不想知道？在这里，有橘色又有黄色的地方，是台北，上面是中华民国。台湾在这里，可不可爱？我们台湾很小哈，太可爱了。北太平洋，台湾就会在附近。我刚刚还找了老半天呢，这边有凸出来。你们慢慢看地球仪，这家还有多好玩的？你看这里。有数字耶，齿上面有数字哟，让它变得更美，就是这样。你们要少用汽车那些什么的，不然的话地球会生病哦。